现在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个机械屋的古典仪器呢，叫做温度记录器，它是一个机械式的温度记录器。那其实这样子的仪器呢，它不只记录温度，好，那它有一些构型呢，有一些设计是用来记录湿度的哈。那唯一设计上有点不同的地方是，记录温度的这个温度记录器，它里面是用这种金属的，就是金属的这个热胀冷缩的方式去控制这个记录的指针的位置。好，那记录湿度的呢，它就是利用这个毛发，好，就是毛发的这个吸水膨胀的这个原理，好，然后去控制这个指针的位置，好，来记录湿度。好，所以构造上是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它的基本的这个运作的原理是相同的哈。好，那我们现在大概来介绍一下哈。那后面这一座温度记录器是比较古老的，好，比较旧、比较古老的温度记录器。但其实呢，它跟后来这种大概比较新型的，这一部是大概1970年代生产的这个温度记录器，其实里面的构造是大同小异。好，那它运作原理也几乎都是相同的。好，那它的这个外观就是一个，一般来讲就是一个金属的盒子。好，那它的外部呢，通常有一个这个，像这个温度记录器，它的外部就是有一个金属的这个簧片，好，来控制这个来接受这个外面的温度的变化，然后控制这个指针的走，就是指针的这个上下的位置。好，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好，打开之后呢，会看到一个就是这个外部的这个金属片呢，它牵动的这个里面的指针，好，就在这个地方。好，那指针的前端呢，它是一个凹槽，然后这个凹槽我们到时候可以加上墨水。好，加上墨水之后，就可以在记录纸上画出这个线条。好，那另外呢，它的最重要的本体是中间这一个金属的这一个圆筒。这个金属圆筒里面是有发条的机械构造。好，那这个金属圆筒，好，那我现在把它打开，好，把它拿起来。好，这个金属圆筒是可以拿起来的。那这一个圆筒呢，它的设计是可以记录一个礼拜，或者是一天，好，两种不同的模式去切换，就是这个记录的时间。好，那我们目前是把它放在7天，也就是记录一个礼拜的这个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圆筒呢，在这一个记录器上转一圈，好，自转一圈就是7天。好，那它就可以在记录纸上画出7天的温度变化。好，那圆筒的侧面呢，有一个这个扣片，哈，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记录纸把它夹上去，好，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地方，好，那这个是上发条的地方，好，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发条，好，来帮这个圆筒上发条。那上了发条之后，这个圆筒就装上去之后，它就自己会转动。好，那接下来就是记录纸。好，那这个记录纸呢，可以看到它是有点圆弧形的哈，就是配合这个指针就是走动的这个弧度。那另外这个记录纸上面，这是7天的记录纸哈，所以你会看到它分成7个格子。好，所以这个记录纸我在这个圆筒上面装上去之后，它转一圈哈，就可以把这张纸把它画完。好，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礼拜分量的这个温度的变化。好，那我们现在把它组装上去。现在来示范怎么使用这个温度记录器。好，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记录纸装在这个记录用的这个圆筒上面。好，那我们先把上面这个金属片把它拆下来。好，把这个记录纸呢，就是把它卷上去。
然后再把这个金属片，好，再把它插回去，好，固把这个记录纸固定好。固定好，好，那这个记录纸就，被夹在这个记录，就是这个记录的圆筒上。好，这样就可以。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圆筒就把它放到这个记录器里面。放上去，然后把它锁定，好，把它固定。好，那固定好之后呢，我们要大概确认一下现在的时间哈，现在大概下午4:20、4:30哈，所以我们让这个指针的位置就是落在大概4:30的地方。好，好，然后呢，放上去之后，我们就要帮这个圆筒上发条，好，让它保持可以运转一个礼拜的这个动力，好，那把这个发条这个孔打开进去，好，转个几圈，好，这已经都转好了，好，那上好发条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盖起来，好，然后把这个指针里面用这个墨水，好，用这个墨水把它加满。加在这个指针的这个凹槽里面，好，那这个指针凹槽就会透过这个毛细现象把这个墨水画到这个纸上，好，好，全部都 set up 好之后呢，就把这个指针往前拨，好，让它靠到这个圆筒上面，好，那它就可以等于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在记录了，好，在画了。好，那所有的步骤都完成之后，那也指针也都停留在我们要开始测量的时间点上面，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一个简单的校正，就是我们可以看它现在所指向的这个温度是不是我们现在这边的气温，就是我们现在这边的温度，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以利用一样刚刚这个上发条用的这一支发条，然后在这一个就后面这个感测温度的这个机构的这边有一个可以有一个插孔，就是可以上发条的插孔，那放进去之后呢，就是转动，那它就会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指针呢会上下移动，好，那这个就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校正，好，那我们现在这边的温度大约是摄氏大概22度，好，所以我们就把它移动到大概22度的位置，好，那移动就是移动到正确的温度之后就可以把它盖起来，然后放到我们要去做测量的地方。